为什么会选择来 Colossus？ 我本身会选择它，是因为我看到它的每个眼睛，我都觉得它很特别，然后觉得它很漂亮、很时尚。我来这里，我看到它眼睛都蛮特别，所以就叫我会选择它。你对我们Optical Starting Service 你觉得怎样？他们在服务的时候，我觉得蛮有耐心的，他会每一个给我解释到很清楚，然后都很 clear， 所以我都很明白我自己的眼睛的度数到哪里啊，还是什么都很清楚，所以我很喜欢。耐心吧，因为他们都很耐心的给我解释每一样东西，你比如眼镜啊，眼睛里面的东西啊，都很耐心，所以我觉得用耐心来形容他们。